家好，欢迎来到哇啦艺术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艺术快讯。空山鸡与区块链艺术认证平台呢，合作了第一个 NFT 项目，机械鲨正式发售了。现在呢，可以在官网进行抽签了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这个视频是普通版的 NFT， 售价是$299，真的是非常亲民的价格了，比一些版画都要便宜，让很多喜欢他作品的粉丝呢都有了可以收藏他作品的机会。但这个呢，总共有1000版，视频的长度呢是20秒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另一个版本，优质版的 NFT， 那它呢长度是1分钟，它呢不仅包含刚刚普通版的20秒的视频的内容呢，同时呢包含一个实物的卡片，也是实体艺术跟数字艺术的一个结合的形式去发布出售。那这个卡片呢总共有100版，在背面呢都会有相对应的版数，我们可以看到。那如何去抽签购买他的作品呢？我们首先先进入到他的官网，然后呢登入自己的账号注册一下，点击购买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开始抽签这样的字样，才有两个版本的 NFT。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普通版的$299的，那距离结束呢还有8天，但是呢距离抽签呢还有4天的时间。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有时间，这个抽签呢非常的简单，你只要填写抽签，它就会给你一个通知，这样就结束了。我刚开始也觉得，哇，怎么这么简单，不用填写任何的信息吗？它确实是不用的，只要你填写了 email 注册了之后呢，你就已经可以去参与抽签了。这个页面也非常的简洁。那我们回到上一个页面看一下优质版的这个$3700的，那时间呢也是同样的，还剩4天。下面呢有一些这样的信息，我们点击抽签也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通知。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包含什么是，介绍一下这个平台，然后还有这个商品的信息，跟我刚刚说的是一样的100版60秒的视频。然后下面呢会有一个抽签详情，会有一个公布结果的时间，然后还有一些信息，比如说你怎么去付款，到时候中签的话，然后还有如果你没有中签的话，是否还有候补名额之类的这样的信息。非常的简单，不仅有线上的售卖呢，空山鸡在线下也跟 T11 进行了合作。前几个月呢，在广州的 T11 就开始了它的个展，广州的这个机械巨鲨的雕塑展呢，也是全球的首展。那最近呢，在香港的 K11 Museum 也开了一个线下的体验活动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现场看一看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艺术相关的信息。拜拜。